赛事准备六大热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嘅马中档位置系赤水神区嘅，咁啊再喺入边有巡航导弹啦，绿色衫咧就上步先锋啦，响出边粉红衫仲有德胜门啊，第五位太阳威威最外边咧就胜利风范喳喳声咁走上去啊，内栏第一第七八位紫色衫与你同行啊，黄衫尾五系聪明导弹啊，后边四匹马安喜啦，尾三系红心倾啦，暂时包尾一对就无限商机同埋一只乔军嚟噶，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咧就德胜门系咁肥啊，赤水神区跟住。第二位，外边第三仲有胜利风范，第四位埋边巡航导弹啊，第五位绿色衫仲有上步先锋啊，响外边黑衫咧就太阳威威，马林中间黄衫仲有聪明导弹，再后多少先见到就安喜啊红心倾嗰啲马，最后直路上面啊德胜门仲系占先少少嘅，咁啊赤水神驹开始追紧佢，中档位置紫色眼罩聪明导弹已经揾到个位，埋边巡航导弹亦都追啲，再见到外边胜利风范骑开又唔似多，最出嗰边就太阳威威无限商机，最后百零米冲。明导弹就已经透出，埋边德胜门唔散，中间仲有巡航导弹接近终点，聪明导弹赢啊！跑第二名德胜门，第三名咧就巡航导弹。咁至于跑第四名嘅马咧，就几只马近嘅，赤水神驹、安喜同埋嗰只太阳威威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只聪明导弹啊，咁啊赢出呢场赛事啊！德胜门第二，巡航导弹啊跑第三，赤水神驹、安喜、太阳威威影相争第四。本顿聪明导弹赢。